你要疼死我！师傅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，我已经失身了。嘿，用我的吧。用他的！哎，小心！爹！爹！爹！ 血别字不同嘞，鲜血跟淤血当然不同了，这帮人非比寻常，我看他们是术士之流。术士，什么术士啊？以茅山正道来说，术士就是不学无术之事。不学无术，你也是啊。不过你稍微好一点，不像他们一样风餐露宿、茹毛饮血，吃的是五毒，喝的是露水。哇，他们真的不是常人呢。所以他们所做的也不是常人所做的事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为。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比淤血里一定有毒。那假如你猜错了呢？我只猜对的事，错的事我猜不到的。骗人不犯法吗？那你猜我现在想什么？我猜你皮痒痒。<笑>错。嗯。啊！哎，你猜对了，好痒啊！哎，我真的好痒啊！哎，好痒、啊。有时候死人怎么处置？关起来吧。哦。那死的那些是不是把他们埋了？随你便，你喜欢就带回去吧。 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哎，到底哪儿口渴啊你？两个子儿给你，两个子儿，给我干嘛？今天是九叔生日，帮我去买份生日礼物。那你买吧。嗯，两个子儿能买什么呀？是。用脑子啊！啊，这件是你的，小心点穿啊，没有第二件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干什么？
不折一下怎么放得进去嘛？盆子那么小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这么皱怎么穿嘛？真是麻烦死了。啊，烧个熨斗给你，自己烫吧。人都没你的麻。不错嘛，哎，把熨斗拿来。啊。哎，帮我烫。啊。哎，我先下去了，弄好就下来啊。啊。哎，烫啊烫啊烫啊。哦，好舒服啊。哎，哎呀，师傅，请。哎，队长。怎么样，礼物呢？在这儿。什么？嗯，为什么？去，你只给了两个子儿，一个在买了红袋子，另外一个就放在袋子里当红包喽。哎呀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自己买了玩的。自己买了玩，就说生日你也不送礼物，拿来。不可以。我说可以就可以。嗯，你站着干嘛？换给我挡路。要不要修一下？不用了，我们是来求财的吗？忍着点吧，走，带你吃饭。吃饭。啊。来来来，喝喝喝，来个妹啊！哎，买袋红怎么还没到？哎，说到就到。小树 ，Happy Birthday！ 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西洋月饼。小树，吹灭了吧。哎，这么多蜡烛，要我师傅做蜡呀？哎，不是，这是好兆头。小树。吹灭了，蜡烛一吸，有儿有媳。我师傅也没儿子，我师傅把我当儿子一样。啊哈！祝你福寿一天喜，天和你生日快乐，年年不是那首，不是那首。世上只有师傅好。有师傅的徒弟像个宝，投进师傅的怀抱，幸福小宝宝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哎，来大家干杯！哎，师傅，我敬你，来干了干了。哎，阿爹，侬送啥子不是吧？啊，师傅，想想意思。我看看是什么、啊。回去再拆吧，回去再拆吧。看看吧。侬猜猜凭啥子啊？这么小一包，应该是玉吧？哎，子女啊，子女啊，是什么都行啊！哎，啊，小的是第一道冷盘，大的才是主菜呢。啊，师傅，嗯，算你还有点孝心。哎，队长，我们出去巡逻啊！是。嗯，哎，这盒有什么呢？哦，刚刚那包是玉。这大儿可不得了、啊哎、不得了啊啊哎呀我看不得了了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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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就说很久没这么笑过是是，去年他没笑，死了好几口子，是真的，没骗你。笑里藏刀啊！师傅，这个玩意儿不好玩啊，我再买一个好玩的给你啊。好，你不用回来了，买完了回家等我陪你一起玩。哦。小子，侬这位挺开心啊。是啊，早知道你开心，会求你送个酒出来。是你说的，可以就一定可以。哎，别拿我们两个出去。